什么人啊？她不是怀孕了吗？还有精力打我们桃子的主意，口口声声说为了桃子好，我能信吗？她是那么好心的人吗？盯着我干嘛呀？而且你看，看一个杯子有多少个角度啊？一个角度我就能把它看穿了。 一个角度，你看，你可以上上下下看，前后里外看，春夏秋冬看，白天黑夜看，老人看，孩子看，男人看，女人看，阿猫看，阿狗看，高兴了看，悲伤了看，数不尽的角度。哎呦呦呦呦，你有那么多角度看待生活，怎么你在生活中还是个弱智呢？你说的这些跟我说的有关系吗？ 我也是刚参悟到的，阿茜，我跟你离婚以后，我什么都没想，我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去，因为我相信我十分的确信，事业一旦成功，我们俩还能重新走在一起。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我生活里突然出现了果果。 我的道路完全改变成了另外一个方向，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，方向盘子事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这就是不同的角度。当我挣扎过了，死了心了，知道咱们俩复婚没有希望、没有可能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其实我根本就不了解你，你也根本不了解我。你看你现在坐在。 坐在这儿的样子，完全不是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样子。我相信我在你的眼里，也跟以前完全的不同了。这就是角度，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跟以前不同的角度上去看对方，对方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你看果果的角度，跟我不一样。 果果是什么人，我一定比你更了解。他爱桃子可能不是真心，但他利用桃子讨我的欢心却是真的。他怎么讨你的欢心就去讨吧，你怎么讨他的欢心你也去讨吧，少拿我的女儿讨你们俩的欢心。你们俩欢心了，我能欢心吗？我告诉你，杨叔，从今往后，你们过你们的日子，我过我的日子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咱们没关系了。而且你这是掩耳盗铃，你跟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没关系了。打从有了桃子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，你改变得了吗？让我先走，让我先走。怎么了？看，你妈妈干的好事儿。什么呀？粘的我这衣服上全是毛。几根毛毛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值得您大呼小喝的吗？摘下去不就完了吗？我摘了，摘了有什么用啊？摘了它还会粘。我送给你一个滚子，粘毛毛、粘灰尘特别管用。另外，你洗衣服的时候，在洗衣机里多放点柔顺剂，特别管用。这方法是我在网上搜的。你少来这套，我这一天到晚够乱的了，我哪有时间滚啊？那您说怎么办呢？要不你就别养猫，要不你就别让它掉毛毛。您这不是不讲理吗？掉不掉毛它能控制得了吗？哼，啊，平时您不掉皮呀？您身上没皮屑啊？你才掉皮儿呢，你才不讲理呢。哼，我这明白人不跟你这糊涂人说话。哼，反正我会想出办法来的，你就等着吧你啊。我等着。我最近做实验突然发现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两个毫无关系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。承认这一点吧，就像你非常讨厌果果，但你们俩却有着很近的关系。少拿你那个破实验给我洗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不，你们当然有关系。他将是你前夫的妻子，他生出的孩子和我们的女儿将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，你逃避得了吗？无耻！你混蛋！你就是个王八蛋！不是我王八蛋，是生活王八蛋，是缘分王八蛋。阿琴，从我们俩结婚那一天起，这一切都注定了。当初我不应该，是我不应该答应跟你离婚。我想跟你说的，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岳父就是你的父亲，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离婚再婚，逃避了缘分，同时也受到了逃避的惩罚。他告诉我，让我一定坚持，一定要把婚姻坚持到底，一定不能逃避缘分。我也在试着这么做，我可能做得不好，但是阿琴，我在试着这么做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，王八蛋。索性我这全部都告诉你，我跟果果之所以走到今天，不是我所期望的，是我被灌醉了，让她怀了孕，是她算计了我。是被果果算计的，我是自己被自己算计了。有人说，鱼的记忆只有七秒，七秒之后，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，一切又都变成新的了。我真希望自己是条鱼，七秒一过就什么都忘记，曾经遇到的人，曾经做过的事，都可以烟消云散。哼，可我不是鱼。
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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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以吗？好吧，我乐意。吃什么呀？我可要吃大餐啊。我爸就跟我说过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，它不是发生了物理变化呢，就是发生了化学变化。不信你自己去看看，你去年买的东西啊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。哎，伯伯，咱别谈这个了，谈点动漫网游什么的吧。网游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东西啊，真的一窍不通。哎，代沟啊。你故意的吧？我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你怎么了。我都是实话实说。哎呀，原来是桃子坚决反对呀。可惜了，吴东方这么个优秀的人，错过了就不再容易找了。妈，你说桃子为什么对吴东方这么大意见呀？真的？你真这么说的？那吴东方不生气吗？他当然生气了，头发都立起来了。而且他脸是假笑着的。桃子不简单啊。那后来呢？他严重受挫，一蹶不振了。这是他送我的学习机。哟，名牌啊，便宜不了。我才不稀罕呢。最近我们班班长过生日，我还正愁没礼物呢，天啊，就掉下礼物来了。桃子，你都不接受人家，怎么能接受人家的礼物呢？不是你教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教你这个的？你忘了？当时果果送我礼物，我不想要。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说啊，这是糖衣炮弹。咱把糖衣吃了呀，炮弹还可以送出去。这是我说的吗？老怪物，老怪物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一大早的鬼嚎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你那破猫在我这小米上拉屎了，还跑到我那沙发上去，你管不管呢？这阵子真是没法过了。天哪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阿琴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我现在宣布啊，就今天，就现在，要猫走，要我走。天哪，在楼道就听到你的声音，怎么了到底？我在网上订了猫砂了，这不是还没送来吗？小猫就在小米上。
我昨天晾了点小米儿，怕是生虫子，结果你看看，这往身上没拉屎了，还不如让它生虫子呢。不就是点破小米儿吗？我陪您就是了啊。那你那破猫呢？那你就不说了，你也不管管它，这是什么人养什么猫？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随地大小便了吗？行，别吵了，都别吵了，好不好？你别和稀泥了，不是这什么大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要猫走，要我走。您往哪儿走？您往哪儿走了？要撵我，您明说呀，那么虚伪干什么？你走啊，没人拦着你，赶紧走吧。要不是阿青拦着我，我早走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走吧，你啊，没人拦着你。哎呦妈！你不就一只猫吗？哎呀，至于吗？是我不让我姐走的。怎么了？老公，哎呦，你看我的假发好看吗？坐，累不累啊？开心点嘛。哎，今天有一件事情特别开心，跟你分享一下。什么事？我找了一家特别好、信誉特别高的婚庆公司。找婚庆公司干嘛？筹备咱们婚礼啊！哎，我想过了，老公，咱们的婚礼一定要在马尔代夫举行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那你喜欢哪儿？你说，我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婆婆，你听我说，我其实早想跟你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压根儿就不想要这个婚礼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我怕猫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为了你，为了桃子，我什么都忍了，可是他不能。我这小米儿里拉屎吧，那不就等于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吗？那猫懂什么呀？没有猫砂，它肯定得找块地儿拉呀，它也不能憋着呀。它怎么知道这就是你的小米儿呢？那我姐还能教唆那猫专往你的小米里拉屎？它有那本事吗？那猫要是那么听话，它还是只猫吗？不就是点小米吗？我现在马上出去给你买，这不是陕北小米是不是？我现在就出去买。你是不是就想让我过得不痛快、不自在？行，那我走。哎呦，别闹了嘛！就为一只猫，你让人家听见都笑话，邻居听见不笑话吗？你怎么总说我呀？那错不在我这儿。你别吵了，我走，回来。我没走呢，阿琴，我想告诉你。我现在要出去租房子，租好了房子回来搬东西。哎呦，我回来，你别冲动，你先坐下，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我这么大岁数，我冲什么动？动不动就说走，算不算冲动？你不想让我走，想让我看别人眼色，我干嘛要非得看别人脸色？我是吃不起饭还是住不起房啊？我不就想养这只可怜的猫吗？怎么了？你还有理了你？咱们家就我爸不是大嗓门儿。这样吧，姐，你先带着你的猫到我们家住几天，妈，你先在家消消气。你能告我为什么吗？婚礼只不过是一种形式，你我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我们不需要这种形式。你不需要，我需要。你结过婚，我没结过婚。你经历过，那是你的事情。我一直憧憬着有我自己的一个婚礼。这跟经历没经历过没关系。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如果我们结婚，一定是有媒体来蜂拥而至。我不想搞得满世界都知道我们结婚，这有什么好？那怎么了？那又怎么样呢？全世界有几个人能够有这样的殊荣啊？哎呀，婚姻是我们自己的事儿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，又不是作秀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婚姻跟婚礼是两个概念，你不要混淆了。婚姻是过日子，可是婚礼的话，一定要特别特别张扬，特别辉煌，因为那是我想要的，那才能成为永恒，你懂吗？做一场秀就成为永恒了？
永恒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永恒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在诅咒咱婚姻不长久吗？我没这个意思，我干嘛要诅咒我们的婚姻？我希望我们长久，我希望我们能白头偕老，希望跟现实是两回事儿。你看我跟阿琴当初结婚的时候，谁想过我们今天会离婚啊？这不到现在还也这样了吗？啊，婚礼作为一个纪念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就不懂。对你没意义，对我来说很有意义。你知道一场婚礼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每一个女人都会在心里向往着自己最美丽的那场婚礼，最完美的那种婚礼，你懂吗？你就要这个是吗？我懂了。果果，你嫁的是一个名人，是一个科学家，不是？那绝对不是我杨叔。没关系，你嫁我的动机和目的我不介意，我给你你要的，但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娶你的原因。如果不是我做错了，如果不是你坏了我的孩子，我必须承担这一切责任的话，这都不会有，这场婚礼也不会有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我告诉你，我胳膊上戴着箍，我就是居委会的马主任。你自找的。我自找的。我说我一个人住挺好的，非逼着我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我是真难受。不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桃子，我干嘛要受这份委屈？我为了谁呀？你自己说。你多大岁数了？奔五张了吧？也不结婚，也不谈恋爱，不会淘米，不会做饭，一个人过的时候，整年整月的瞎糊弄，腰椎病、颈椎病、头疼、失眠、妇科病。以前我不想管你，第一。你还年轻，第二我也有老公，我也有孩子，我也没时间。自从你天然气中毒，我必须要管你。你现在岁数大了，不管你就要出事儿。你想管我，那你跟我一起住啊。我住到你们家去，我你和桃子，咱们仨一块儿过。我妈呢？你让我妈一个人过？我妈岁数比你还大呢，心脏病、高血压，我能放心吗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跟杨叔离婚以后，本来打算带着桃子跟我妈一起过的，就是舍不得你才让你跟我妈一起过。你知道我做这个决定我得下多大的决心？因为我知道你们俩在一起过我就没有好日子过，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做。除非你嫁人，那你选吧，要么你嫁人，要么你跟我妈一起过，两样都要命。我有个建议，我跟你跟桃子一起过。你不放心你妈，每天白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就过去看一眼，晚上你要乐意在那儿住也行，早上我送桃子去上学。不可能。第一，你跟桃子在一起过我妈肯定不干，第二，你跟我一起过我也不干，你不嫁人我还要嫁人呢。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说是为你妈为我，说的那么热闹，那么动人，就是为了想嫁人，然后甩手把你妈和桃子给我，甩给你，你别自以为是了。你会干什么呀？你能让我妈高兴吗？你每天只会让她生气。你会带桃子吗？你会给她做饭、洗衣服，还是会给她补习功课？大家全都是为了你。我妈会做饭，最起码你每天能吃两顿像样的饭吧。桃子能让你高兴，不会让你太孤独。我，你妹妹，关心你的身体。关心你的心情，虽然我们两个人不是一个妈生的，起码有血缘关系吧，打断胳膊还连着筋吧。别人都为你想，你怎么都不会为别人想一想？你还是一个编剧，你没有爱心，没有感恩，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作品？你的作品能告诉观众什么？全都是怨恨、小肚鸡肠、自私自利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走不走？
我姐把猫已经送走了，你也别闹了。这件事情咱们家就算翻过去了。翻就翻吧，我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。我昨天刚把那小米放在凉台上晒晒，那猫就在上面撒了泡尿。你说谁遇到这事儿谁乐意？我肯定也不乐意。小米，我刚才给你买回来了，也都放在凉台上。谁来了？我姐出去了。我姐每次为什么不能轻点关门呢？嗯，吓都把人吓死。王妈，匡克去。什么人啊这是？姐，吃饭了。好。俺妈呀，快坐下。你怎么又把他给弄回来了啊？别提了，气死我了。我刚才在家里我就坐立不安，我想我赶紧去公园看看毛毛被抱走了没有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我的筐，我的新羽绒被，我的那些好吃的都让人给拿走了，把毛毛给扔在那儿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也太缺德了吧！我看见毛毛坐在椅子上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我能再收留他一阵吗？我买了猫砂盆和猫砂，我把它放在我房间里，绝对不让它出来。我上网发帖子，只要谁愿意收养它，我马上给它送去。那好吧。只要他不往我那小米上拉屎撒尿就行。我妈她同意了。同意了吗？同意了。没被警察抓走啊？警察为什么抓我？你不是卖盗版碟的吗？早改行了。现在干这个？哎，你要做个初中毕业证吗？不要，初中毕业证有什么用？也是。现在啊，硕士毕业证都不值钱了。要不然，给你做个博士毕业证，网上可以查到，再给你打个折。我现在拿博士毕业证有人信吗？你做假证是违法的。我也想做一个不违法的工作，你给我找一个。你不是会做假证吗？网上还能查到吧？对啊。那你自己做个假证轻聘。那不一样是违法骗人的吗？也是哈。你怎么不上学呀？看你年纪也不大呀。我有上学的福气吗？
上学还要有福气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上学，第一要智商，第二要学费，第三，最重要的一点是得有人管你吧。没人管你吗？有人管我，干嘛出来受这罪啊？天天跟警察玩摸捉老鼠。你爸妈呢？对不起，是不是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我爸妈是谁。从小我就被拐到西北的一个农家里面，然后11岁呢，跟一帮孩子跑出来，再也没回去过。我知道我爸妈就在这城市里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大姨，我想咨询你一件事儿。说。你微博粉丝多吗？还行，几百万吧。那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说吧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找他亲生父母已经好几年了。喂，你好。我要一张去美国的机票，哪城市都行。可以，今天呢？杨树，杨树的杨，杨树的树。天哪！他现在在哪儿？你立刻带我去见他。哎，大姨大姨，我跟他不是很熟，也不知道他的联络方式，也不知道他住哪儿。不过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我知道，你想见他吗？是，我特别想见他。他才10几岁，有那么凄惨的经历，我想了解，我特别想了解。那你会帮助他吗？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。等我见了他，了解他的情况，我会在微博上帮助他寻找他的亲生父母，我还会到电视台找朋友帮忙给他做节目。要相信媒体的力量。谢谢你啊，大姨。那我明天就带他来见你。哎，露露，再说，这几天我不去实验室了，你正好休息一下。我得出趟门，去生活。头啊！别着急呀，快着呢。你姥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一眨眼儿啊，就到现在这年纪了，地到头啊，路远了。哎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讨厌那吴东方？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啊？说不好，就是不喜欢。嗯，我跟你说啊。你可不能啊，光看你喜欢不喜欢，你要看你妈喜欢不喜欢。哎，是你妈谈恋爱，不是你谈恋爱，你懂吗？那要是我谈恋爱，我也不选他。哎，你现在可不许谈恋爱啊，你可不许早恋，听见没有？那我大姨也是女人啊，她怎么就不谈恋爱不结婚啊？你别跟你大姨学，她不正常。你要是跟她学，你就全学坏了，听见吗？反正啊，我就是不信我妈跟那个吴伯伯谈恋爱。快吃吧，你妈这就过来接你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妈啊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我开心吗？我见到你开心啊。你是不是又和东方叔叔好上了吧？你们俩是不是还有联系呢？我们俩现在也没什么联系。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好啊？跟我在一块不好吗？妈跟你在一起挺好的。去。
家你就那么着急我吃苦受累啊？不是，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啊，咱们这个厨房出大事儿了。着火了？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汤呢？汤呢？经理早。经理早，经理早。经理早。阿琴姐，知道你今天回来上班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看你。我应该先去跟你报个到。虚情假意，你总是目无领导。我都想念我的锅了。行了。那回来就好好干活吧啊！都好好干活啊！不要四处传播小道消息，被领导抓住了，可是要扣奖金的，严重了还可能开除。干活吧。抄我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小道消息？你肯定知道。什么小道消息啊？那可是正点新闻，咱们酒店啊，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了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不能说，说了我会被开除的。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李老师从明天起请了一周的假。这一周呢，会有其他老师来代课，希望大家要认真听讲。老师下周就会回来的。老师，您请假干嘛呀？是不是要去结婚呀？哎，对，是要结婚呀，是不是？如果我结婚，能不请你们参加吗？啊，是老师的妈妈。老师呢，要带我的妈妈和叔叔出去旅行，帮他们完成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。当然，我会记得给你们带喜糖的啊。好了，同学们再见。再见，林老师。哎，林老师来了。桃子，有事吗？林老师，我想跟您说点事儿。啊，那走吧，我们到外面说。嗯，走。我认识的一个制片人，这两天要开个戏，需要一个事儿妈级的婆婆，我跟她推荐了您，这是她的电话，你们俩约着见个面吧。哎，婆儿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帮您找个戏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帮了？真是的，现在不进组，那我是在挑戏。我看我合适不合适，我才能进组呢。哎呀，我要是演婆婆，那我也得是演勤劳勇敢、吃苦耐劳型的，那才是我的本色。像这种事儿妈级的婆婆，我合适吗？我像吗？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因为我不能给那个导演改剧本。我又想让毛毛在这个家里安全地住下去，我琢磨着怎么让咱们俩的协议继续生效，才帮您找了这个角色。大配，一共30集，婆婆占了25集，女二号。制片人说了，演好了都能把女一号媳妇的戏给抢了，您要不乐意演，这号码我拿走。如果要是他们认为只有我演合适，别人演都不合适，那我就试试。为了观众，我也牺牲一把。协议继续生效，不许打我毛毛的主意。啊，等我跟制片人谈了以后再说吧。14岁那年，爸爸去世了，妈妈独自一人抚养我，很是艰苦。
本来有两次再嫁的机会，但依我的阻挠，他都放弃了。我当时就想拥有全部的妈妈，不想别人跟我分享妈妈对我的爱。只要我跟妈妈两个人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够了。后来，我渐渐长大了，也谈恋爱了。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对妈妈太自私了，我不可能陪着她一辈子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自私时，我努力地为妈妈寻找老伴儿，终于找到了一位特别合适的叔叔，妈妈也很喜欢。所以我决定要给他们办婚礼，带他们出去旅行蜜月，来弥补这么多年来我给妈妈带来的缺憾，也要报答妈妈为我的付出。刘圆圆，阿庆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，阿庆姐，这一周休息的如何呀？都去哪儿玩了？哪儿也没去成，在家也没闲着。你不会说让你休个假比上班还累吧？差不多累吧。阿庆姐，嗯，咱们假也休了，这回回来可不能再出错了啊！再把菜给我炒糊了或者咸了淡了的，我可饶不了你了。领导放心。冯佳慧跟你说了什么没有啊？说什么？什么事儿？怎么都神秘兮兮的？我走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啊？天，我没有任何防备，就这样走进了我的世界，带给我快乐和简单的幸福，每分一秒都铭心刻骨。翻开我们的照片，时间定格那一瞬间，幸福开始蔓延。你给的一切是那么自然，让我不知不觉想要陪在你身边。我这一首歌写给我最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抬头看看天，天的另一边有我对你的思念，可是写给我最亲爱的。